给大家看个快递啊，这今天我收到的快递，就是我前两天视频里面发的那个，这是魔方兄弟们，这是魔方给这个心愿酸送的一个这个火影礼包，看到没？火影盲盒，兄弟们，这是个火影盲盒，就是说这里面究竟有啥东西呢？谁也不知道，对吧？这里面有啥东西，谁也不知道。咱们打开看一下，啊，打开看一下，哎，小哥哥，行吗，兄弟们？啊，他这个看到没？上面这里直接抠开，但是我感觉抠开是不是就撕坏了？就这个盒子长得还是挺漂亮的，还是不太想撕坏啊。我们从边上把它打开试一下，边上行吗，兄弟们？边上啊，咱们先不开，让他们在那等着吧，他们等得急就等不急他们就退。把这个团本先不开啊，我们先打开盒子，哎，打开了，我去，兄弟们。盲盒，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它不是一个盲盒，快看，兄弟们，这么多全是盒子，我丢，兄弟们，这不就有点骚气了吗，兄弟们，快看，兄弟们，这里面放了无数个小盒子啊，我的天哪 ，Oh my god 呀，兄弟们，放了八个盒子，我丢，兄弟们，牛啊，八个，兄弟们，八个，放了八个，兄弟们，打开看一下，看看第一个。我去，快看，这真的是个黑袋子，这里面放了张卡，哟，兄弟们，火影礼包 CDK， 哎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快看，蛤蟆级对战卡，序列号，打开微信或者支付扫描产品，进入泡泡会员卡，登录我的兑换专区，按照指引能领取兑换火影疾风传手办酒喇嘛，提醒，我去，兄弟们。这个跟我说我中了个蛤蟆级，兄弟们，我中了个蛤蟆级，跟我说，说我中了个蛤蟆级，这里还有之类的卡片，看看真的假的？按说不应该啊，按说这里不能有一个玩具的吗？竟然还能再中一个，我的天哪！喂，去兄弟们，好色仙人，我这个伤是有点垃圾，你们看的不是太清。好了，就看这一个，我们开始打游戏吧。哇，牛，这太牛了呀，兄弟们，这个一会儿晚一点我给你们做一个专业的开箱视频，现在就不开了。哎，我去，太骚气了啊！这个快递好牛啊，我感觉这个肯定非常不便宜，兄弟，因为1,2,3,4,5,6,7,8放了八个，兄弟，这里面有八个，然后还能再去兑换，我感觉这个价格应该很高，这一个东西还不50块钱，对吧，兄弟，一个东西还不50块钱，我感觉价格应该很高，哎，我感觉价格应该不便宜啊，50块钱八个，5,8,40,400块钱，500块钱的都来吧，开始打游戏了，人都跑光了呀，小哥哥，哦，来吧。